we will be holding one for the promise we held for life, for the people we love are leaving. Please tell my friends we won't be falling down, as the sun will keep on shining and the story will keep on going.里面的这位冯神医，他的医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吗？确实很神奇，我多年的老憨腿，转瞬之间就治好了。那他是怎么治疗的呢？这正是我感兴趣的地方，也没见到他用什么高科技的仪器，但见效快的却惊人。这种本事，恐怕已经超过人类极限了。您的意思是，地形人？这个。 看你们这么诚心诚意来求我呀，我就勉强给你治治吧。哼！哎，老规矩啊，任何人不能进来。 你说这人能靠谱吗？脾气这么古怪，他能好好给老赵治病吗？黑袍大人让我们回来治病，总有他的道理。而且我刚才听到，欧阳真和冯去病的话，他好像有一套。再说了，老赵都成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嗯，长得倒是一表人才。 这冯巨病好像用的黑能量，怎么着，抓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能救人，我别谢他。行啊，你们啊，刚才谁在外面偷看？我告诉你们啊，不管你们多大的来头，只要坏了我的规矩，就没商量。 冯大夫，这怎么了？这是啊！好了，别说了啊！你们另请高明。来来来，走走走走！哎呀，走，哎，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大清，倒杯茶呀。 哎呀！ 不是你们今儿都怎么了？不说话。
Hả? <笑>哎，我这不都看，我都知道你们个个肯定是愁眉苦脸的，不就是看不见吗？啊，最感性多好啊！这都没人监督你们工作了，你要真是以后都看不见了，姐来养你。哎，这是要送别老大了吗？ 需要这么伤感吗？好，我瞎说。方大夫，我再一次救上一次的事情，向您道歉。只要你能答应救我的朋友。 真是个倔脾气，明天把他带来吧。 绿小姐。 可以进来了。
喂，有新案子了。嘿，哟，有这么冷吗？哎，我说流浪，一会儿下午见客户，你可不能穿成这样啊。流浪，难道你也？这都第三个了，咱公司这是撞了什么邪了？这是。嘿呀，这重见光明的感觉就是好啊！怪病侵袭龙城，青年瞬间老朽。可这刚一复明，就遇到这种怪事。赵处，海星剑已经把案子转到我们处了。多人受害，还有一名死者叫王群。王群，这名字好熟悉啊，好像在哪儿听过。王群，这个王群跟咱们都打过交道呀，就老给咱们送货那个，那快递小哥。还记得团圆夜那天，整条光明路的快递都是他送的，真是造化弄人。老周、小郭，你们俩去昨晚那个受害人流浪家里再去调查一下。好。哎呦，这俩人啊还真是越来越有默契了。请问在你症状突发之前，你有出现过什么异状或是得罪过什么人吗？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我能惹什么乱子？这一来，把我的一生都毁了。喂，赵叔，流浪只是普通的职员，暂时问不出什么线索。好，知道了。你和小郭继续盯着，等晚上回来一起再讨论一下。你是流浪的同事吗？对，我是。你今天见他了吗？我刚见他了。你好像不怎么惊讶呀。不瞒你说，我们公司已经有三个人都这样了，现在根本就是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那请问你们公司之前得罪过什么仇家吗？在你们公司附近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特别紧？怎么了？喂，你好，李倩同学，我是欧阳真。我们整理了一下，第一起老化案也是唯一致死的一起，是在团圆夜之后，死者叫王群，是个快递员。从那天起，每隔一天就会有一起新案件发生，总共有六起，其中四起都发生在同一座公司的大楼里。那个前台的姐姐还证实了，说他们公司之前的快递也都是王群送的。那这家公司有什么可疑的吗？我都查了一遍，没有什么特别的。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流浪同事变老，那现在受害者的共同特征只剩下工作区域这一点了。任静，你去那儿查一查，看有没有黑能量的异动。老大，最近我的仪器似乎失灵了，什么黑能量的踪迹都探测不到。我还以为地心人回家过节，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这就奇怪了，前几天冯巨病去给老赵治眼睛的时候，确实用的黑能量啊。老哥，他给我治眼睛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发现？我当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黑能量，而且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想明白，凡事都是阴阳互补，此消彼长，这是天地之常理。可是那些患者的面容毫无征兆的一日苍老，就像是被突然抽走了生命的能量，就像是圣器之一的长生鬼就是用来生命共享的。
生命的能量是不会白白消失的，如果被人挪作他用，那此处消必定彼处长，而且消长的两端不会离得太远。哎，对啊，上次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在修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间公司跟龙云小区之间就差一个街区啊。老化案，冯去病，看来明天我们又得去会会这个冯去病了。不愧是与圣器形成的磁场连接的前任主任，他的细胞确实有一定的增值啊。福兮祸所伏，如果他进一步的使用圣器，身体未必能承受这样大的异变。要想有非凡的突破，就会有非凡的牺牲，身体受创，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不不不，欧阳，咱们搭档这么多年，你以前没有这么激进的。那是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哎，教授，哎，好，你下去吧。谢谢你的配合啊，你可以回去了。错了。哟，二位，是不是谁的眼睛又瞎了？老神医又说笑了。我们这次来呢，是想问问你关于超能力的事儿。左边这一列是被你医治好病人的名单，而右边这一列是老化案受害者的名单。你在这边刚治好一个病人，这边就会出现一个受害者，天底下没有这么巧的事吧？怎么可能呢？这些病人我见过，可是这右边的受害者我一个也不认识啊。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医治他们的？事已至此，我就告诉你们吧。我之前只是一个庸医，可是那天以后，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医术一下子觉醒了。你祖上三代悬壶济世，唯独到了你医术不显。这支笔能够帮你实现成为名医的梦想。怎么了？这是少安武藏，我正在帮你唤醒你的神医基因，很快就会不一样了。难道这些人都是被我抽干了生命力，他们才变老的？恐怕是那个人给你指定了位置，在引导你进行吸取的。那个人他没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在我救人的同时，会牺牲其他人的生命。你是个看病救人的大夫，他一旦告诉你，你可能答应吗？他当然要瞒着你了。我真的只想做一个好医生，只想救人。我怎么可能去害人呢？我以为这个人会帮我，我真的以为他是一个好人。看来又有一个神秘人在背后操纵这一切。可是我们现在就这么一点线索，想要找到他实在是太难了，更何况我们连他的目的都不知道，恐怕只能等到他自行现身了。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济世救人，我也要救他们，我要把生命还给他们。你的能力是基于生命能量的消长，你可以救他们，但相对也会出现无辜的受害者。其实有一个人，他没那么无辜，伤害了这么多生命，他呀，早应该赎罪了。我已经决定了，让我弥补自己之前犯下的错吧。赵云兰，冯医生，我的眼睛也是靠牺牲无辜者来治愈，咱俩一块儿啊。对了，哦，我想起来了，你是生物工程系的，沈威是你的导师。李谦，你有没有兴趣进一步的参加到我们伟大的实验中来？我明白，我明白，你对科学实验一直充满了热情和向往，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啊？好啊，我果然没看错人。好，马上去跟我办入职手续，按了手印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走吧。我们开始吧。我代表所有的受害者向你表示感谢。干什么你？不，今后备用电源。虽然我没拿到资料，但是我拿到了那个东西，那就够了。老板会记住你的贡献。没必要，我帮你们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不是为了当你们的走狗。老板的猜测没有错，他们果然在研究那样东西。把东西交给我吧，你继续盯着海星舰那边。知道了。至于你，准备好了吗？当然，老化案不过是序幕的开始。至于那些罪人，一个都不能留。老周啊，你就安心休养，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了。教授，啊，本来想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慢慢的进入和适应，但是现在是多事之秋，要想真正成为我们的一员，你也必须得加快进度了。明白。对外，我们的试验内容是简单的对地星人的基因进行研究，但是仅仅是枯燥的数据研究，不至于引起这么多人的觊觎。不错，你很聪明，既然你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好。过来看看我们真的任务吧。哎哎，赵处，昨夜海星舰被地星人侵入，造成多人受伤，其目标很可能是海星舰实验室的机密研究成果。哎，林星，你那个黑能量探测仪修好了没啊？下个月奖金不想要了？这不能怪我，这仪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到现在都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黑能量本质变了？哎，算了，也不指望你了。老楚，待会儿你去趟海星舰，做一个案情记录。林静，你和老楚一块儿去，再取个证。赵处，有情况，我刚在门口发现了这个。什么？是看见什么？功德鼻主的信。这样的实验，特调出他们。别跟我提特调处那些乌合之众，赵云兰已经瞎了，如果治不好，特调处迟早要换帅，到时候也许你的沈教授就会调到这里来。喂，哎，是我，老化案只是序曲，帷幕已经拉开，任何时候只要贵处参透我的真面目并且把我抓到，功德比皆拱手相让。海星舰刚遭到袭击，今天咱们特调处就收到战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故弄玄虚。哎，这圣器怎么像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出的，这都第三个了。难怪叶尊有恃无恐的，原来他早就埋了后手。哎，死猫呢？今天怎么感觉耳边是特别的清静啊？副处金子耳公请了半天假，说是要去见一个老朋友。老朋友？这是个你坐在盛夏的海边，沙滩被太阳照得松松软软，海里时不时泛起浪花，还有游来游去的鱼。鱼？不好意思啊，程医生，请继续。喂，怎么了，林静哥？我收到一封匿名邮件，上面教我们用长生鬼给老大复明眼睛的方法。啊，
声音，一步一步往前走，每向前走一步，就离你的记忆越近。昆仑，昆仑，昆仑。想起来了吗？你看到什么？沈巍。我们再试一次。好了，能看见了。哎呀，这圣器果然就是厉害啊，比任何的异能都好使。各位，好久不见啊！啊！你小子又变丑了。哎，谢了。给。哎呦喂，本来想着呢，等我这复明之后，像这种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就不会有了？当时还想着要不要再多想一会儿呢。你不许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哎，那个功德比到底什么来头啊？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据传说，功德比是四大圣器当中能力最强的辅助。可是它具体有什么功效，我并不了解。非但如此，从冯巨病的事情之后，我再也无法感知到龙城范围之内黑能量的活动了。对于敌人的阴谋，也无法探测了。不只是你啊，临近那小子的一切全都失联了。哎，你说我该不该扣他工资啊？不管怎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被功德比主牵着鼻子走了。那肯定不行啊，这不是咱们的风格啊。就算掘地三尺，咱们也得找到线索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所以我做了别的准备。我已经联系过摄政官，他说有关功德比的资料，也许帝君殿那儿还有保存。那还等什么呢？一起去啊！我自己一个人去。你可别忘了，上次在帝星，你的旅行可不是很愉快，更何况，你是个普通人。你去地心，总归是危险的。黑老哥，我的眼睛呢，现在已经完全的好了。更何况现在情势这么的危急，已经刻不容缓了。啊？吃饭。啊，刚给王峥打过电话了，已经把后面的事全都安排好了。
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快去快回。哎，干嘛呢你？黑豹大人，你这打谁的主意？我家老赵眼睛刚好，就要陪你上刀山下地星吗？怎么了这是？哎呦，还燥得很。行了，啊，我们今儿晚就回来，你留下看家。走吧，我也要去。你会把磁场冲乱的。明明是黑袍史大人光临过的酒吧，我长点架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今天还能一个客人都没有。你小子啊，面熟的很啊啊！哎呀，这就是地星啊！你又惹事躲这儿来了是不是？惹事的方式还是这么别致。你朋友啊，不会又是你仇人吧？我们麻烦了，沈巍不知道掉哪儿去了。你摔傻了吧你？你才傻了呢！我这叫故地重游，高兴。那你眼睛没事了吧？再不能比以前更明亮了。哼，看来这次啊，地星还真是来对了。走吧，去找沈巍。嘿，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别走，说，过来还是私了。好多人往酒吧去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听说酒吧那边掉下来一个天外飞仙，还挺热闹的。哎，要不咱们去瞧瞧？算了算了，走吧。算命的骗你十年八年的，可我赵某人的建议就不同了，句句是真材实料啊。你真的去过龙城啊？你教我那办法，真能让我财源广进啊？就凭这只胖猫？哎，兄弟，我再强调一遍啊，这不是猫，这叫招财猫。怎么，招一个？哎，这可是我们家专用的吉祥物，不能给你。办法呢，已经交给你了，你自己张罗去啊。哎，怎么？哎，你看，这生意不就来了吗？黑袍史大人，黑袍史大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去帮你拿。别喝了，我们时间不够了。摄政大人辛苦。哪里哪里，你们的来意啊，我是清楚的。不过什么？三位看不出来，帝君殿正在举行换届大会吗？全殿一应场所全数关闭，直到明日大会结束，新君即位才会恢复。三位要查的档案库，也不例外。啊？帝君也会换届啊？帝君也会老，也会死。也许比别人老得更快一些。什么意思啊？啊，正好啊，有黑袍大人和镇魂令主的到来，必能让这一届大会更加生彩啊。好，那我们就留下，
等明日大会结束了，再去好好调查一下。哎呀，咱们一定要尽早回去啊，得做好万全的准备，迎接功德鼻祖的挑战。还指望我家老赵守规矩，太天真了。干什么的？你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黑袍大人派来的特使，受帝君大人之命前来调阅重要文件的。又是黑袍又是帝君，你到底听谁的？再说帝君大人这几天换届，昨天刚下令封闭档案馆。走走啊！穿梭在这无人的街边，过去的昨天，一切还那么亲切。回想起一片片，在这模糊了双眼。还是会想起那时的场景，原谅我只是想这世界还会有个人能为你哭泣，到你都分离就别说我爱你，直到不记得我，只是太烦你。只是太在意。